记网红韩安冉早期参加节目《变形记》爆红，她从16岁开始不断进行整形手术，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感情生活相当波折的她，年仅24岁，已经是位三结三离的单亲妈妈。和第一任老公小猪仅结婚半年就离婚，随后又戏剧性的复婚，没过多久又离婚。跟前夫彻底断开之后，同年就与网红模特马泽兴交往10多天后火速闪婚，最终又以离婚收场。离婚才刚满半年的她，日前再次公布了新恋情，现任男友名叫宋浩然，年仅19岁。她也透露两人的婚礼时间定于今年6月，不过碍于中国男子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，因此他们事先办婚礼，等男友成年后才补办登记。韩安冉丰富精彩的婚史让网友看待，有人祝福，有人很酸。不过韩安冉也大方表示，她并不在意外界看法。